悬疑问答。男性属阳，女性属阴。请问师傅，清修的师兄如何达到身体的阴阳平衡？清修的如果是一个女性，我问你，你看佛经是不是阳啊？对。晒太阳是不是阳啊？嗯，是。你吃的菜里边有阳吗？有阴吗？有阳有阴啊！你讲给我听听，哪些菜是阳的？讲吧。哪些菜，就是能够有阳光照射生长出来的，像地下的就是阴的，地里面，像红薯这些应该是。哎呀不，看看吧，跟你说了，我告诉你，吃了热性的菜都是属阳的。哦，吃的良心的菜都属阴的，这还不懂啊？笨的嘞！对不起。啊，对不起。现在知道了吧？嗯，知道了。吃了让你嘴巴上长疮的，疮长出来了，热性的东西的。属阳的。啊，好了，这还不懂啊？嗯。好了。嗯，感恩师傅。